女生结成一起。奇怪了，最早起源于台湾早期农村社会，发明者是鹿港一位农村女性。早年全家大小全睡大通铺，夜晚来临，夫妻想做的事，顾及孩子们，两人只能偷偷跑到客厅。但老婆早上三四点要起床农作，还要应付老公，根本就累趴了。为了省力，想到用五斗柜来跨脚支撑，不过姿势太高难度，抽屉还会滑动。后来改用藤椅，改造之后呢，加上摇椅跟扶手椅，然后呢，加装两只棍子。办完事还能在椅子上直接睡去，阳春版的八爪椅就此诞生。后来被发明改良，厂商大量复制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汽车旅馆业红极一时。哇，好详细的故事。对呀，原来怎么有点感人呢？这个很温馨哎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好，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承诺，我们将戒指视为爱的见证，以交换戒指的形式来印下对彼此的誓约。请问，结婚戒指为什么要戴在左手的无名指呢 ？A. 象征赐予名分 ，B. 比较不常使用 ，C. 协议直通心脏 ，D. 命理上可以斩桃花。请选择。哎，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啦，哈。对，你知道。这么厉害，对，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答错呢？一定有股四头肌的成分嘛？对呀，来喽 ，C 可可 C 是血液直通心脏，对，它好像有一条血管是唯独通到无名指，就印在心里的名字的感觉，是，就是这么专业的一个答案，来换你们。没错，哎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是，对哦，血液直通心脏，对对对，哦，哎 ，C C C， 真有这样吗？好，是真的，真正知道答案的人在这里，答案是 C 啊，没有错，没错，没有错，就是可以，对，无名指的这一支那个血管是直接到心脏，然后其他支是没有的，对，对，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来代表爱情，你手好 Q 哦，大家，对啊，什么手是甜不辣吧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什么甜不辣，根本就心心肠。两三节还算长啦，可以用啦，好福气的手，哎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以前也可好不好？也是拉小提琴，好不好？也是弹琴，好不好？很 Q 啊，我还吹长笛。好，这一题通通答对哦，所以就不分上下了哦。没事。来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OK， 几乎每对新婚夫妻都会去度蜜月，进行一场浪漫的约会。请问蜜月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？A. 体验同居的试用期 ，B. 为了提高生育率 ，C. 逃避家人反对的私奔，或是 D. 证明男方的经济能力。哦，就是最初的目的，度蜜月啊，哎，就试用了 honeymoon， 对，但是哎，这个比较放松啊，体验同居的试用期，好啊，那就是不是啊，都已经结了，为了提高生育率，哎，有很多都是蜜月回来中了啊，逃避家人反对的私奔，你决定啊，证明男方的经济能力，哇，这个难度真的很高。答对都是两分两分的哦。对对对，没错。来，四分。A 试用期。早期大家比较没有一起住，这个同居其实是一个很前卫的概念。哦。那他们如果要发生什么争，那我这样讲好了。有说哎，我们俩去度蜜月，那蜜月回来之后离婚了嘛？其实有。哪有？在早期的时候应该是没有。哪有？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少数啦，少数。对，就是同居就已经是有点踏步了，那怎么可能结那个蜜月回来就离婚？那不是更禁忌？对啊，哎。我真说不过你们。你们家都你在做决定，已经做出这种一分的决定。啊，你若琪难道对不对？对啊，若琪都没有在一起，你选什么？你选什么？有没有带你去蜜月嘛？对，还没，还没。因为我是觉得，那就是在骗你啊，交往十年了，结婚了，还没。会去吗？会有。我是想去啊，哪里？那你就一个人去度蜜月吧，一个人去。你要去哪里？他刚刚是想选 B 啊。对啦，对，提高生育率。对啊，就觉得去蜜月会放松心情。要不要改？要不要改啦？给你们一个机会啦。对啊，给我们的节目答题的，也不是说希望大家都输的很惨，因为我也没有答。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听老婆的，对，全 B， 好，听太太的，彩薇，
我们的答案是 B， 就是 B 啊。对，其实我们第二胎也算是蜜月回来，然后对就有了第二胎。我们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刚好是那个疫情，所以我们是等可以出国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就是因为已经有小孩，我们只能去近的地方，去日本。那去完回来，果然就有第二胎了。是的，而且我们也觉得真的是因为同居试用期应该是在结婚之前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所以当初的人真的是会想要提高生育率，然后蜜月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世界，要放松。对，所以因为我怎么觉得答案是别的呢？真的吗？这有陷阱题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答案是别的。好，来两位，我们也是 B， 相反 B， 要修。而且感觉以前的人，他们可能比较不敢，就是在对方家干什么干什么。对，就是你要有这个假期，他们才能放松的，真的去到那边干什么，然后回来就怀孕。有道理，到底干什么？到底好干什么？干一些坏事。你们可以换台，我们又可以换，对，又可以换，可以哦。一直僵局，独享的，独享的，对，因为刚刚你跟人家不一样，我又证明男方有经济能力，其实你也可以换回来啦。这么。好吧 ，A 好了。好，好 A。好 ，OK。还是 A 好。A B B， 正确答案是。正确答案是 B D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怎么又开放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没有答案呐。哦。我以为特别做球给我们，让我们超越，结果不会啊，致命一击耶！我最喜欢你们这种耳根子软的人。啊，这个哈利诺一词是中古世纪的欧洲，然后新婚结婚，新婚夫妻结婚之后一个月不外出，新娘制作足够喝一个月的蜂蜜酒给新郎喝，然后相信可以强健身体，提高生育率。那 honeymoon 就是这个来源呐，现在就变成结婚之后放一个月的假。蜂蜜真的有这个强健，有润滑。我问赵医师，赵医师是吗？赵医师应该都知道吧？赵医师，你鞋号十一号哎。蜂蜜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有抗发炎的效果，所以如果一直用不会发炎。是擦一次，不是保湿跟消炎发炎，抑制发炎，抗细胞发炎。好，第四个提醒，请看。来，第四个提醒，默契考验，你们可以自己决定你们有没有默契来决定要不要压住。那申达这边是零分，少。古彩薇是三分，那赵国祥和 Apple 这边是六分，你们也要考虑要不要 double， 因为后有追兵哦。对啊，他就是我们，我们要 double， 我们一定要 double。你们零分要搭不搭都无所谓，搭还是要搭，我们搭 double， 搭 double， 那你们反正不要。哎，答错，如果不 double 答错就不扣分了，是吧？对啊，答对一分。哦，你现在才知道游戏规则。我们现在已经领先，要稳扎稳打。好，那我们就不答，不答，不答，不答了。两队 double， 一队不 double。请出第一套题目。两人上一次吵架的原因是什么？上一次吵架的原因啊，请写下上一次吵架的原因。尽可能精准、明细一点。对对对对，精准，不要写什么什么理念不合这种，不要写。要写真正发生什么事，当然不求到巨细靡遗啊，但是就要同一个事件，为了什么事 ？Reason why？ Reason 就可以了。看什么？怎么偷看？卖偷忍不住就偷看了，干什么？你们两个应该是背板背对背，而不是身体背对背。好，三秒。对啦，对啦。两秒，一秒，好，盖牌。好好好好。好，不改，不写了，不写了。好，盖牌。好，来第一组，我们看。吵架原因一二。好，吃若琪煮的东西让你拉肚子，然后若琪写的是你赚太少。我说，你是不是讲真话？谁准你讲真话？谁准你讲真话？赚太少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你不会去参加吃辣比赛吗？我有淡定比赛，我拿冠军啊！对，有摔过摔跤啊。帽子、脸不能有表情，折我手啊！对，我复健了三个礼拜啊！对啊，三礼拜不能工作。我也是拼了命在玩呢。对，就是那三礼拜赚太少。他吃他煮的让我拉我拉稀，是吗？为什么？对，因为他自告奋勇说他要煮给我吃，然后我那一阵子刚好通告也算是比较满，但是真的有影响到我工作，因为我就是这样笑笑哦，好像出来一点一笑，对，好像就是有那种感觉。啊，你怎么觉得赚太少？没有啊，因为就是我们好像对不起啊。哎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一起努力啊，
我们一起努力啊，一起赚太少，一起努力赚。不是你们真的有吵吗？真的有吵起来？好像也没有，因为我刚其实想不到，我忘记我们吵什么。人家也会说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但是你有没有啊？珍惜最困苦的这个日子，他还陪在你身边。对，这是人生最快乐的。我上面就讲过了一个例子嘛，美国一对夫妻有没有？哎，老夫妻哦，70几岁了，中了大乐透，哎，那个是几亿美金呐！结果因为这个钱是老婆买东西，没有买的东西，剩下的零钱就给他，然后他旁边哎看着这个乐透就买了，就中了。哦，那他中了最主要，他说他跟他争的原因就是说，你中奖的第一刻。你就应该告诉我了嘛，是。他没讲，他没讲，他过了一天嘛，所以代表你有那个。他有想要死。我想你也不想告诉 Apple 对不对？他那个脸突然间诡异的微笑，对，牙齿全露出来。Apple 你小心，他太聪明了啦。对呀，不可以有他，不可以有一点点，他已经中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中了，我还会在这吗？对，还你穿迪奥还来我们节目，真是抱歉。所以他这个老太太就觉得你根本要骗我，所以他就提出来，这是用我的钱找来的零钱啊，那啊你给我就是我的啦，是我过去也曾经找的零钱是给你啊，我干嘛有这个？后来就一人一半就好了。各位，法院开始要判决，开始要判决的时候，其中有一方就过世了，年纪很大啦。对呀，好悲伤，这个换你们上一次吵架的原因。少谷跟彩文，他嫌我啰嗦，然后少谷说买饮料。好，不能复述说，因为买饮料，所以我一直啰嗦，一直啰嗦，不能这样哦。哎，可是还真好，没关系。是不是什么事？因为刚刚在来的路上，刚刚来的路上，他一直骂我。原本我都因为我说了我是那种他碎碎念，然后我不讲话的。可是到最后刚开到门口的时候，我真的我就说你干嘛？你从刚刚吃饭骂我爸，现在到那个节目录影都要录影电视门口了，对。然后你还在骂我，那倒是证明真的同一件事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沿路上我说好，再把买饮料的内容讲，我们听听看。他就是刚刚就是说，哎，帮有没有 Starbucks？ 我就说我不知道沿路有没有啊，经过一家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我说等一下路口好像还有一家，然后就开过去，然后他又说。哎，没关系啊！哎，真的有，来不及又过转过去，他说没关系，那我们赶快去节目上好了。然后要到我们中天这边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时间还很早，他就开始查说最近的那个沙巴明泉六段有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们可以去。他就骂我啊，他骂你什么？他就说刚刚就说要买，刚刚就要买，你又不买，你现在又在那边查什么？我们都到了，不要喝了，就直接进去了。哦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委屈啊，吃什么要买给他？对啊，我不是说我不买啊。骂我，阿伯立马买 City Coffee。对啊，便利商店也有啊。哦，刚刚就有经过两家，然后到那边你又在找。哦，那你是决定到定点，然后再熬过去？以你平常有在开 Uber 的状况，正是要加钱的。你不要说我闹怒，不高兴。OK， 这个算得分。对对，这是同一件事情。来，你们呢？来看一下 Apple 跟国小的答案。我其实有点想不到，一个是搬家，一个出门喝酒管太多。完蛋了啦！完蛋了！我们先听这个出门喝酒。是 Apple 管你呀？对对对，就是。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应酬，然后完蛋了，他就会可能你死定了，限制我说，哎，几点以前一定要回家。OK， 比如说好，门禁是1点，然后可能1点半，或2点回来，他就一开门，他就会在那边。对，几点？不是 Apple， 是 Angry， 气不不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对男生有时候就是谈事情或什么，确实会晚一点。没有啦，是可能那天May比较晚到。对。最好是谈事情，谈到凌晨1点啦，什么事情？对，最好是怎么样？植牙的客人要聊到1点。谁？而且他都会那种说哦，我晚上要去，就是跟朋友去喝东西什么。我说哦，好啊，那大概几点回家？他说12点。我说好。他说不要，1点好了，保险1点好了。哦，那这样是 OK 的。我就说好。
回来的时候就是两点，大概啊，大概嘛，对对对。然后一点的时候就会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要结束了吗？”有回来消失就不错了。什么叫做有回来？没有，会消失太过分。没有，我有回你讯息，我只是有时候太吵的地方不方便接电话吧，的确，听不到嘛。对，因为香槟 girl 才刚到，我只要看到他讯息，我就是秒回。香槟王来了，这你都知道。好，各位，最后的冠军呀，竟然是我们国强。还有 Apple， 恭喜！交往最短的啦，3年半，来，好了，祝福你们。对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有情人终成父母。对，我经常在讲哦，这两个人结婚哦，那一天要弄得非常澎湃。是，我个人是坚决不要有结婚典礼的。因为要信守那一段承诺太辛苦了。你想想看，拜托，万千宾客都来了，然后在那哇，怎么搞啊，弄啊，这样隔个几年之后要 say goodbye， 怎么可以？也盛盛大大的办啊，有个交代，大家一起来嘛。那你去办好不好？我又再来当主婚人，主离婚啊？不是啦，现在大家都 open OK 了啦，大家彼此都要幸福，变 party， 对，没有关系。恭喜他们，谢谢他们。梅兰妹子，再见。你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？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实际的理由。你知道有些新闻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？没关系，绿媒不报的，中天来报。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。多一个下载，就多一份力量。